圣人即位之初，朝中动荡不安，魏文固统治，圣人大兴告密之政，令天下布衣皆可入京，陈情告密。一时之间，告密之风盛极甚笃，至大清年间，酷吏倒台，方逐渐衰微，再无人告密。至太成三年，突然出现的告密者。 南市是神都最大的商贾汇集之地，南来北往的货物奇珍在此处交易，再流散到各州府县。郡主，你千万要跟紧我，不要被人冲散了。哎呀呀，你看看，别那么紧张，我好不容易出次国，你可要陪我好好转转。 这鱼片生吃甘甜可口，不失鲜味，实乃佳肴。且慢。
别的鱼都可以换，唯有这冷泉黑鱼不可以生吃。天然的冷泉黑鱼，放血、剔骨、洗肉，均一气呵成。鱼片取切的薄如蝉翼，辅以高汤熬制，方可入口，肉质鲜嫩，口感爽滑。你说这冷泉黑鱼生吃口感腥腻，我加些姜丝，不就解了腥腻？ 生姜虽可除腻，但口味辛辣，与黑鱼相冲。此刻你口中非但没有半分甘甜，怕是只有辛辣之味了。不愧是白灵儿郎，就是啊。大豆宽中下气，高汤佐味化腐，此汤可以化你口中的辛辣之味。 汤是滚汤，化解鱼肉的汁腻，令鱼肉鲜嫩爽口。但黑鱼肉质本身就脆，化去鱼脂，口感就会柴干，要借用风略冷却一二，方可入口，保证肉质的滑嫩。白灵儿郎在南市北上品的店，也就这当阳酒肆了。请让让，让下，请让下。 白里二郎在吧？就在那儿了，那位就是。谢谢。可是白里二郎。 是我，是您，写信要与我灭我的。与小女受人之托，是从连山来的，来山部。来山部告密，原来是告密者。我们行至城外，遭到人袭击，护送的官兵也都走散了，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，只能来见你。你们要告密，应该去建设，为何要来见我？ 走。
拜见太子妃和郡主，郡主受惊了，一切可还安好？凤玉郎有心了，若不是郡主顽劣，定要去南市游玩，给内卫添麻烦了。郡主受袭，都是内卫护卫不当，相关人等我一定会责罚。这些都是小事儿。
我相信，凤玉郎一定会秉公处理，不会让圣人烦心。那位定不会负圣人做托，一定会给太子妃和郡主一个交代。凤玉郎的素籍可好些了？不碍事。这次郡主去南市游玩，本是机密，不知道那些凶徒是如何得知的。 那位界出自高门，人人清白，绝不会有泄密之人。那位是圣人的臂膀，此次是永川顽劣，怪不得凤玉郎啊！启禀太子妃殿下，南市之事，其实还有疑点。郡主还没有见圣人吗？刚刚过来的时候，圣人知道郡主遇袭，十分挂心。 南市此案还有疑点，为何不让我告知太子妃？有什么疑点？第一，郡主不设政务，为何有人要对他下手？第二，凶手为何要滥杀无辜？第三，凶手被捕之后，为何要立刻自尽？那位的职责是保护好圣人，保护好宗室，守护好神都。你刚刚说的那些都是大理寺应该做的事儿。你总说那位的职责就是为圣人分担，既然如此，为何要将问题推给到别人身上？ 白灵二郎，这都是按照你所提供的图纸所做。我让你们用柳木，你们却用松木。松木极易受伤膨胀，这如何能够撑起大殿的衡量？反攻吧！白灵二郎，我等这么做也是为了赶工期啊。柳木运到神都需要半月有余，如果再反攻的话，延误了工期，圣人必会怪罪啊。圣人怪罪便怪罪吧，今日也是我最后一次应卯了，就不多奉陪了。 阿姨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我已递交辞呈，就不必再等到永春了。你就算是离开工部，你也是我白里彦的儿子，你辞官也罢，不回家也罢，我知道你的心思就是不想成亲。 事发之后，我们已将南社官兵封锁，并加以控制局面。神都一事不可无难事。这南社关了半日，各部来问我的就已经十七八人了，赶紧收拾尸体和人犯带回去刑场。大理寺内侍人已悉数全到，人犯。说，已经被那位带走了。俺发誓，那位就在现场，所以那位的手伸得也太长了，带人给我抢回来。是。
长官，你们这些炼尸人速速将尸体抬回大理寺。，走。 余华军，大理寺的人把尸体和活口全抢走了。今日出了这么大的案子，在大理寺做事累呀。今天发的钱倒是比以往多。咱俩一会儿找个地方喝两盅。行，我陪你喝两杯。 花一样的年纪就死了，太可惜了。听说了吗？今天唯一一个活口，被大理寺从内卫府给抢回来。是吗？哎，答应回来了。走啊！哎，陈陆氏，这个要犯是今日南市大案的关键，把你们脑袋系到裤腰带上，好好看着。要是出了任何问题，要了你们的命。是。 高公，不知岳华军深夜登门，高某未曾圆营，失礼了。今日南市的活口是我内卫所擒，大理寺却平白把人抢走。若非是我主理此案，恐怕还以为是圣人授意。此人当街刺杀郡主，罪同谋反，我大理寺不辞辛劳，连夜提审此人，乃是职责所在。
何来抢人一说呀？大理寺如何行事，我可以不管，但审问犯人，我必须参与。这恐怕不合规矩吧？啊，月华君可有凤羽狼盖印的功宴？废物！那高某就无能为力了。不早了，此事也不急于一刻，改日再议吧。高公，我只是向审问犯人，为何再三阻拦？大胆！大理寺乃九四五建之首，天下立律之典。 那位若在大理寺不满，大可上书圣人。来人，送客。高公，不好了，有人劫狱了！高公，这是何意？大理寺牢房重地，月华君还是带好功宴再来大理寺吧。若此人在大理寺丧命，我定会禀明圣人，希望高公在圣人面前也可以这般理直气壮。 此上了你！现在问什么话，先保住此人的性命，赶紧开坛前去医治。是，来人。二郎。 五叔让我给你送的银耳羹，找到高明水的下落了吗？还没，找人打听了一圈，并无人见过他们。二郎，你说他们找你，到底要跟你说什么呀？我也想知道。高明水父女已死。 十二个，你是第十三个，我跟了你整整一个月，难道那是两者？我死而无憾。哎，花一样的年纪就死了，太可惜了。听说了吗？今天唯一一个活口被大理寺从内卫府给抢回来了。
是错了？那错哪儿了？威胁风云郎宫宴，擅闯大理寺。你那是查案，是公务，这不是错。不该对高公无礼。大理寺的人要抢我们的人犯，摆明了是要跟我们争功。我们内卫的人都是吃素的。难道是不该去？南市唯一的活口，差一点被人给灭口了。今天早上，高升已经派人来兴师问罪了。我懂了，错在没有保护好人犯。你是错在差一点就惹祸上身。如果唯一的人犯被杀，一定会招来盛怒。高深他现在这么做，就是要把这盆脏水泼到你的身上，让你引来杀身之祸。替圣人效命本来就是内卫职责所在，若是圣人怪罪下来，我也该担着。你在外面惹祸得罪人，这些都是小事儿，兄长都可以帮你解决。可是你总这样鲁莽行事，你在朝中如何自保？上课。上课，上课！百里家二郎凭着上课，那可是天书的高度啊，可以上天了。没有，上课便是上课。哎，百里二郎，请留步。在下是星教坊远行制肉的，我家掌柜想请你去我家品鉴一番。小南桥的老陶家要出头碗羊汤了。哎，百里二郎，百里、哎，请二郎品鉴的都要排队，你是第63号，届时二郎会到。哎，谢谢百里二郎。百里二郎慢走。恭喜老板，多谢多谢。跟你说这些呀，你也听不进去，也改不了。我交给你一项重要的公务吧，免得呀，你再中了别人的圈套。告密者。前日我们内卫接令，有一对妇女从连山而来到神都告密，本来是由尾州的府军护送交于内卫的，可是李纯到了龙门码头，发现护送的船舱里面是空无一人。这神都已是多年没有来过告密者了，此次不会是假称有密要告，故意在途中走失的吧？你不感兴趣，我换别人去。百里二郎，里边请。百里二郎，今日想吃点什么？两碗羊汤。好嘞。您的羊汤，请慢用啊。来，您请。这么多人啊，都坐满了，给我来一碗百里二郎上口的羊汤。好嘞。我没有评过这家。是吗？那也许我记错了。请慢用。青州的公羊鲜，贺州的母羊香。幸会，我叫高秉烛。这种说法，我倒是头一次听说。贺州有个连山，听过吗？我只知道连山的铜矿最有名，连山的母羊也很好吃。不过连山的羊肉运到神都有点水陆兼程，
不仅水陆兼程，而且商人容易遇到山匪，很是危险。说的对，从智连山到神都太不容易了。你从坐下到现在骑了四次的连山，还看了我四次，但是你并没有发现你的汤已经见底了。你并不是来喝汤的，找我干什么？羊肉到了神都变成了佳肴，人到了神都没了活路。这么大的小娘子第一次跟阿爷来到神都，连神都的繁华还没有机会去看就死了。他们死了？不知道吗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南市的石牌你吃了七十多家，挂牌尚可的二十多家，挂牌尚可的只有一家，就是当阳酒肆。那对妇女怎么看也不像是出入当阳酒肆的人。你们昨天不愧是红衣。看来昨日你也在场，他们逃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。他们是怎么死的？来钱了，我请客。此时未了，你我还会相见。哎，二郎，你在这儿啊？你让我调查的那对妇女，我调查了一整天，可是一点消息也没有。他们已经死了。死了？走，去大理寺。哎，二郎，你等等我。出发！是。月华君，你怎么又来了？裴店长莫非是担心我来追究昨日犯人遇刺之事？南市的案子归大理寺管，所有人犯的证据。今日我来，是需要大理寺配合内卫调查告密者被杀一案。从他们身上发现什么信件或信物？回月华君，只从他们身上翻出一份公函，证明他们是从连山来的。有何人接触这些尸体？你们搬运尸体过来？可曾从他们身上取走任何的财物？啊，月华君有所不知，不取死人财物是我们这行的铁规矩，除非死后想进无间地狱，否则谁敢那么做呀？是，我连都不敢。裴厅长，昨日在南市抓捕的凶徒，夜里因为被人刺伤，送到了后面牢房休养。谁料今早去送饭时，才发现他已经死了多时了。昨天此人被刺三刀都不曾丧命，送去医治反倒死。裴厅长，你们大理寺这出杀人灭口的戏演得好吗？你不要血口喷人。若我不是上面授意，那便是大理寺出了内奸不成？玉华君休要胡说，此人重伤不治，跟我大理寺有什么关系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今日都有谁出入过在押凶徒的监牢？全都给我抓起来！一个一个的审。是是是，是我杀的。这怎么可能是你呀、啊？高秘书，这种逻辑可开不得，怎么可能啊？我和高秘书在大理寺共事多年，不可能是他呀。是啊，我叫高秘书，大理寺炼尸人。那个人。是我杀的。
了眼，彷徨着，翻涌着心中的念。灯光落下。